拿下，但是该拖时间。一定要拖，最好拖到自己有66人口，58感觉都很难打。最好还是拿 TP 来交换一下对手的状态。再勾一次野怪，拖一拖，这一波。哇，吹风棒，吹风棒有点厉害了。勾野怪太危险了，这波。要不堵在刚好桥没里打出去吧，开桥里两比较球。窄。哎，这里 Foggy 很稳，边开矿边怼，给这里留了条后路。KOZ 又回去喝水了，因为他刚刚已经招了三组出人了，没蓝了。他有点墨迹啊，还不如直接 A 过去呢。对啊，80人口不 A，他一千块了，墨迹到现在。我的妈呀，这盘真的不好说了。现在别人人口不好说了，太磨叽了。这一波血亏，死了好多兵。大家没 TP 的，完了，太多没 TP 的，大家要死了。DH 逛街啊，单拳回来还行，还行，兵在掩护，还行。这里 Foggy 不一定打得过 Check 了，这人口都不怎么。现在人口已经非常接近了。左下角的分矿 BR 也应该也造上了，这个发现了，我的天哪，翻了！他这爆80人口，一直在练野怪，也是蛮溜的啊。哎，为什么看完他们打野内战，我觉得自己好强啊？强，很强。你不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也很强？强。他们太急了，啊，我真是受不了了。他们这个暗夜内战打得我，越看自己觉得自己越强。从他们的比赛参透到了自己的人生，受不了了。约等于不会玩，要不还是等于吧。再播 check。正面已经能打得过 Foggy 了，不过他可以稳一点，等到80人口。或者带个回城就可以怼过去。如果他爆还在墨迹，他爆80的话 ，Foggy 也可以爆100，所以还是买个回城怼过去最好。哎，这里终于要交战了，这一波只落后10人口，问题不大，好吧？但这个桥头堡有点烦。对，这个桥头堡很难冲。哎，但是Foggy 自己走过来了，我的天哪 ！Foggy 失了智，为什么要过来啊？本来那桥头堡却感觉有点头疼。对啊，本来开着三矿守住呀。转转奇美拉啥的，他为什么要突过来啊？我真是服了喂！这些熊现在还没死过，血崩，死了一头熊 ，KOG 扛不住，中了好多树人的经验的，两头熊，五 GDH 了，两头熊，然后血钻，好吧，剩下的尸体都是 Foggy 的，剩下的尸体全是 Foggy 的，升了一级 DH。这一盘 Foggy 为什么会打到现在这一步，就是因为没买伐木机，这是最关键的。不，这明明是他80人口不进攻，好吧，他能80打50。哎，问题太多了，没办法一一指出。这他妈这个这也能跟打了一盘就没有下什么对的角色，就没干对过事儿。可能他的理解里呀。他的理解里往后期拖很好打，所以他就爆80人口只是为了抢野怪的。长得像周传雄，还真的有一点点喂，大胡子眼镜，但他没大胡子啊。8050，这是暗夜内战版的8050。哎，这波阵型还有点差的 check。是的 ，check 应该。
应该从另一条路再分。强抹吗？强抹。然后强抹了，他有大无敌，有 TP 的，他就是想换经验。嗯，强抹也没毛病。换到双六。你看 Foggy 这个部队一点虚虚都没有，打不动好吧？本来小鹿伤害就低啊。对啊，这小鹿出的就是在幽默，老老实实三攻，我六攻 AC 好吧？妥妥的，搞一些这。这里 check 倒了一个熊，那边都死了20人口了。没了没了，吊打。还有大无敌。这一头熊这边就被平推了。这些熊怎么这么硬啊，我的天哪。两攻一防也没有很高的防，还是出山岭了，有个屁用哦，有个屁用啊，山岭不是被熊拍得跟儿子一样，除非是转奇美拉都没用，转别的。Check with a massive lead here now. It looks like this is going to be his game, certainly. We have a mountain giant coming in, but it's not even tier 3 upgraded. Finally, Foggy goes tier 3. And aren't like bears the natural. 现在就等 DH 爸爸变身了。要做人。When it's that many with two attack upgrades, maybe they are. 熊趴下来，站起来，趴下来都是重甲。趴下来血会变多。攻击力会提高，防御力会提高。他站起来是个法师，坐下来就变成战士。站起来了。Superman。魔改。I don't believe so. Can you wait out this metamorphosis? It's the only chance he has. He can't fight it.He's trying to entangle on him. There's no staff or anything on the Naga. Maybe yes on the Naga. There's an ATP and the invul. It should be safe as well. 那边熊把基地要拔掉了。也是来摸两下，摸两下就把小精灵排干净了，没来。DH 在那爽啊，看哥多威武。享受游戏啊。Expo dead.With the inferior army, with the inferior heroes, keep getting focused. 哎呀，直接电死！大家的这个电的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OK， 我的天哪，这一盘 Foggy 居然也能输，牛逼！Foggy 这一盘输的真是厉害了，真的真的强。他们打成 GP 起了。别人前期挂机两分钟，他扫了半张图，矿开开，输了。Foggy 这一盘多踩了不知道多少钱了，这一盘多踩了可能有30000。我感觉不止。我的天哪，太牛逼了这一盘输的。8050。这真不是一般人能输的。2-1领先。check 二比一领先，现在 check 2-1领先，哎，80人口也不是逛街，就是抢野怪太浪费节奏。这毕竟现在暗夜开矿体系跟以前打法太不一样，没有什么 timing 感。其实对面的分矿那么慢，他的经济领先4-5000，它是能够计算出来的。就你比别人领先多少钱，你是能计算比别人领先多少兵，这就是 timing。但是他的那个 timing 是用来抢了两个大点，两个大点就抢着抢着就不领先兵了。欧洲鬼王还没出现，没事，你先睡一会儿，待会儿00会叫醒你们的。你先睡吧。野怪真的瑟瑟发抖。
don't know about that prioritization at all. Theirs may have been the better call, but yeah. Surprise, surprise. Check 2-1 in the lead. 不是节奏感差，他又把握不住，就是理解有问题，就理解有问题，他不知道怎么玩，就不知道怎么样打是对的，是理解问题，他不是节奏的问题。就应该怎么玩，不应该怎么玩，不知道的，所以就很奇葩打的。你人族以前开矿打暗夜打少族输多了，你就自然有太敏感了。就是路的兵也问题贼加大，你说这小路有个屁用啊？就 AC 女练弩车就好了，就要出小路，还有第一排是三，而炼金也没用，肯定老虎比炼金强的。It's unpunished. If it does get punished, this could become problematic. Foggy should scout for this, especially with the tendency that check his turn for his favorite hero being the demon. 再玩很有可能还是 DH 首发，但是 EI 的雇佣兵很难练，有可能上来就会 GG。看看是不是 DH 啊？果然 EITS 是 DH 最强的图。TS DH 是绝对没问题的， EI 的话练雇佣兵有可能会炸。TS 是最适合 DH 的图了，百分百能用，不会被抓崩，但这个图能抓崩。一旦 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买的黄皮可以去闪电盾了，是吧？两个图都可以 TS EI， 反正 EI 可以，别的图我不知道。那肯定行的呀，以前就 EI 不行的。好了，他没勾闪电盾。哇，那现在抢黄皮好屌啊。对啊，暗夜你人族打暗夜抢黄皮，闪电盾一去暗夜就崩了。野怪的闪电盾也能去掉啦。对啊，是的呀，暗改啊。666从道理上讲，野怪闪电盾不能去肯定是个 bug，等于说是修复的 bug， 但是他不告诉你，悄悄的。好了呀，有个鞋可以把它抽干，追着抽干。其实 check 这盘可以开矿。哇，这里这盘 Foggy 已经开了，丢下去了。对 ，Foggy 偷起来了，觉得不大对，他需要优势更大。那前面那盘第一盘输的自己都有点腿，感觉 DH 好强。对啊，两盘 DH 打 KOG 都赢了。下个还是升本，觉得这小精灵要没了，觉得没必要任何变化。想勾野怪打 BR， 但野怪不领情啊，根本不理。Things are not seeming to come together for Foggy, but now he's going back to his room with the Tree of Life, early expo once again coming up. In the bottom, that's true. Check this up, losing the Engine of War, not relying on options anymore as he has Berserker. Keeper is taking more and more damage. He actually might be forced to a town portal super early. 这要这能追得 TP 吗？有点悬，躲不回去了呀。冷冷冷，还差五刀，这都到家了，再割一刀好吧。但是哥的喝水喝得很不开心啊，还好吧，现在井水恢复那么快。这一盘 Foggy 我觉得又优势很大的呀，前面干扰的很到位，矿也拖出来了，优势很大。但这一盘不能再像刚才那盘和第一盘一样了。对啊，已经输了两次了 KOG 开矿。艾克的这个鞋运气是真的好，没有这个鞋没有这么好的结果。好，这里看见也没办法，阻止不了。这里 Foggy 大部队过来想在主矿 TP， 主矿到右下角太远太远了。这里主基地赶紧走过去，现在再转转圈圈，别逼我，逼我我就回城了。
knows what's going on. He knows about the expo. He can go for the Naga again here. He's tier 2 in just a second. Foggy 的话不知道这一盘是出了女猎手没？双 B 啊，双 B 啊，他是双 B 啊的，肯定是女猎。他雇佣兵那里还有个 B 啊？那他咋还没出 ？BH 慢，因为分矿快啊。这应该是个防二。哦，那个是个商店，他可能升本了。他这盘没出，有点怪啊。他这盘出女猎的。他不出女猎，他，哇，他把锅怪在了女猎身上，他二本都好了。哦、是不是因为是女猎手没用是吧？艾克这一盘变打法了，变成熊猫了，那肯定还是雄鹿啊。他不会二发大家抱小鹿吧？有可能，我跟你说，真的有可能。讲道理，二发大家抱小鹿比他之前那么打好一点。啊，比他之前的打法 好很多，虽然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最优打法，但这个打法比刚刚的打法好很多。这个打法到时间就升高攻防的小鹿就行了，两攻两防，然后还可以转三领啊。对啊，这个打法比刚刚的好特别多。其实这种抱小鹿打法以前还很流行的，以前老虎首发的时候，那就是复古打法呀。以前老虎首发二发那家就经常这么打。对啊，这么打是靠谱的，比他之前那种打法靠谱多了。那这一盘我依然看好 Foggy， 我每一盘都看好他，他每一盘都打我的脸。这盘应该稳，这盘应该很难打我的脸了吧。这一盘再打我的脸，我要从显示器端到他那边去。这里 Foggy， 哎，其实这个 DH 可以不管的，不管也行，一个那家管，就在基地旁边管，你过来割我基地拍你。下 KLG 还可以压场的，压住 check， 优势太大了。这个还是在转自己的熊，靠熊爸爸来打。哎，问题是 Foggy 他没出小鹿啊，他在出啥呀？他出，他们分矿都没铲好，他被 DH 骚扰的有点伤这里。哎，其实这里可以不伤的，你抢别人的野怪就行了。这跟打兽族一样，这一个剑圣过来砍抗盖，你就杀他全家，把他野怪杀光。哎，他的兵去了好吧，他分了一波部队去。部队去有个屁用啊！不过矿采好了，会被小鹿截杀呀。他没去部队。哇，这个 DH 带了个鞋，贼急而转。熊猫快要到三。现在 Foggy 打不过 Check， 小鹿还没转出来。偷偷的偷点你。部队状态很差。三级嘛，其实是玩克阿发熊猫，但阿发熊猫就没用。现在还是有用的，现在那么多 AC， 待会儿纯小鹿就没用。啊、小鹿一出来就没什么用了。现在是 Check 的强势期，因为刚才 DH 还干扰了别人很多经济 ，Foggy 现在都没钱。Fail Foggy 现在很危险，很危险，特别危险。现在，哇，这里一被抓 TP， 别人怼过来就很凶了。好，就这里把你打 TP， 然后顺势打过去。哇，这酒火美滋滋，还能抽魔棒继续喷。小树人有点吓人，但是问题不大，这是纸老虎小树人在喷。那 check 到底是练级还是怼过去？ Foggy 现在得练雇佣兵，把雇佣兵买出来。小鹿太慢太慢了，还没有到 BL 啊，他没木头了。那他在打啥呀？输了呀。前面 DH 干扰的太伤了，输了呀 ，Foggy。这怎么顶啊？
再波买一个胖子，买一个绿皮，买一个小泥人，其实还是能顶得住。顶不住，顶不住。和熊猫太厉害了。也是，他没群补、啊。这里如果熊猫有魔瓶的话，可能能一个熊猫把所有后排杀光。这里熊猫吹两口，啥都没了。可能熊猫现在还有一本群补啊，没有群补。好，只有一个抽魔棒，400魔的熊猫，能喷4-5口的。Foggy 是没有群补的，没必要九火、啊。黑波完全玩不了。哎哟，这每口火都很伤啊。但是 Foggy 这波打的其实有点好、嗯，他散开了两边，全散开了。熊猫发挥不了他最大的作用，这里熊猫被缠住，很肉，驱散。但是 Check 可以开矿，慢慢给你玩。对，这一波 Check 已经巨赚无比。这 Check 根本没必要一，没死兵，没死兵，死了一个 AC， 这波很赚。一个 AC， 一个 AC 加一个回城换了 Foggy 十人口。打完 Check 用熊来补给，然后。Foggy 完全补给不了。Foggy 现在哇 ，Foggy 太穷了，他只有50人口，没钱，凉了，别人分矿好了。他这被 DH 摁了三盘哦，很尴尬。对啊，打完之后自己也要用 DH 了，发现 QG 打 DH 无解，这就打不了吗？很怕这么总结会让他会导致他不只输一次比赛，所以比赛总结很关键，总结自己输在哪，下次改正。但是万一你的总结是错的，你要连续量 N 次了，这是很可怕的。我宣布，哎，我宣布 Check 赢了呀！我赛前预测他们两个五五开，打起来，我发现我错了，好像不是五五开。其实还是73开，只不过那个七是 Check。真的是73开，但是那个七是 Check。我错了。绝望啊，这个分矿看到日你哥啊，你也有分矿，转三本转奇美拉吧，现在需要点骑兵，没木头呀，你让他去偷啊，我靠，100木头你让人出奇美拉，我小鹿也打不过熊啊，啊，这输了就是输了，怎么地都没用了呀。但不是你现在不退，你想挣扎不就应该升三本转奇美拉吗？也是哦，那还是出奇美拉吧。你要不就退，要不就退，要不就升三本，只有两种选择。找一个刁钻的小角落。他想爆80一波，你这怎么打得过别人啊？人家三本喂，而且那两个英雄完爆你这两个英雄。爆的连渣都不剩，他前面小鹿也有啊，不是一样打不过别人熊吗？小鹿就打不过熊的，他没小鹿，他小鹿是刚出来的。我说上面前面一排、啊，对对对，没用的，小鹿没有输出的，而且小鹿又克不了 DH， 这一盘是有一点点克制熊猫。这波 check 有回城的，侦察式的一波，好吧，打得死你打死，打不死你赚一波也行。对啊，不，白嫖式的一波，怎么样都是他赚。Okay, it's fine. Here we go, Big Bear, front line moving in against. 哇，还拉了小精灵。怎么打不动？好吧，怎么玩？保存熊，哎，他怎么不保存？死了一头。死了一头熊，不应该啊！这个阵型 Foggy 很完美的，这已经是最理想阵型。不错，熊猫怎么拉到那么厚啊？
against this demon indeed. 啊哇绝望。打不死兵啊，就跟上一盘一样，打都打不动，完全打不动，那个熊感觉贼硬。对啊，好了，哇，爽完，开开心心 TP 了，这一波只死了一头熊，但 Foggy 死的也不算多，十人口吧可能，但是道具交的特别多啊，包括状态值，这状态回不了的，那边熊可以回。是啊，你没回复呢。这一波主要是 check 的阵型太差，如果他打主矿没被别人完美阵型，就可能就打死了。Foggy 依靠一个完美阵型，这一波还守得不错，但是没有转奇美拉就翻不了盘，这种小路是不存在翻盘可能性。我肯定不用 DH 啊，我一直觉得 DH 根本打不过 QG， 除了 TS 能打一下，别的图很难打的 DH。在我的理解里 DH 这个英雄打到后期也不如 QG， 除了六级以后。好，这一波 check 也发现上一波阵型不大好，这里想打主矿但是遭遇了，那这个位置就完全没得打了， Foggy 完全没得打了。保存好，双保存的美滋滋，好吧，你这里拉的手都断，别人就两保存。对啊，请拉断你的手，也不动呀，请拉断你的手。好了，终于能杀第一头熊了。好，就哦吼，哎呦，好，死了一头熊，前面两波也杀了一头熊，保存了，没那么快吧？第二头熊没那么快，没那么快，哎，真快，好了。第二头熊可能惨死了，好，杀死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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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应该死了，应该死了。第三头熊有没有保存好了？保存好了，杀不了了。第三头熊保存，第三头熊好，就死了两头，还有另外一个保存又好了。喂靠，保存了四头熊。这一波托伊的操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都拉断了好吧，疯狂的，我都要拉断，疯狂往后拉。哇 ，Tech 这里居然在出 AC 啊，他是咋想的？也没问题啊，其实还是补点小路就行了。对啊，肯定出小路好，出 AC 有啥用？小路别人小路跑不掉，直接一扎过去他就走不掉了，因为你有熊掩护，你的小路不好被人杀的。你敢推我的小路，我一大堆熊拍你。转 AC 也行吧，问题不大。嗯 ，AC 加少量的鹿加熊。Check 也不是打翻的，翻不了，不可能翻。唯一的翻盘可能就是奇美拉登场，奇美拉只要出不来。翻盘了，他翻盘是要靠 Check 的，靠自己没用，好吧 ？Check 要来个华丽的演出，决战前死个 DH。决战中死个熊猫，那是可以翻的。他自己打得好没有用的，靠对手才能翻。这个熊猫肉的亚皮，刀硬，这熊不硬吗？熊还好，就只有一防。五级猫，你每波就杀别人一两只还不硬啊？是因为他输出抠脚好吗？熊其实还是挺醉的。我靠，他当男女巫在玩啊，三个女人。对啊，我也是颓了。双解说，性价比也太低了吧。走 A 啊，你看各种往后走 A。 他应该能感受到上个版本妈的人族打三领的那个操作压力，这鹿的手都断，疯狂往后拉。再保存，保存，哎呀，开心！你不趁着现在打，待会 CD 又好了哟。是的哟，现在你打着打着 DH 就站起来了哦。现在还没有杀过熊，这一波太绝望了，一头熊都没杀。这一波一个兵都杀不死。这一波 check 都不追了，我不死熊了，好吧？最可怕的是，别人补给不要钱，你还补给不了。
very comfortable position for the Korean. Foggy, he needs. 哎，剩三本了，但是你现在出金梅拉也太晚了吧？我感觉主矿快要踩干了，讲真的，这回是有木头了。这主矿真的快要踩干了。In the super late game, they don't do that much damage, really. What can you control, though? Foggy 一直都亏，你看经验值就能看出来了。那边从三级刷到双五了，杀了四级。你看暗夜的等级没动过，暗夜的等级没变过。他打了三波，杀了四头熊。四头熊连一级都升不了，别人升了四级。对啊，已经四三打双五了，这都快双六了呀。人口能一直八十打八十，是因为小鹿便宜。小鹿这是他唯一的优点，功能多便宜，但是输出低。绝望，这两个树拍的还可以啊。这波阵型又很差，其实打主矿阵型就不差了。哎，无所谓吧，随便 AA。那个 Tech Uncle 随便 AA， 阵型什么的不重要，我要的就是这种碾压的气势。哎，到六级了，我的天哪！当着你的树跟你干。哎呀，锤死了一个！这龟派气功！恭喜 Check 呀！啊 ，Check 战胜了 Foggy， 三比一，非常不容易啊！三盘 DH 打 KOG 都是 Check 复出以来也算是有收获了吧？不知道第四名、前四是什么样的分配奖？三四名一样。上半区打的是 Hawk， 我跟你讲，有机会。2000-1000 Tech 弄不好要进决赛了。500欧不错了，还可以。Tech 不 Tech 说不定要进决赛的好不好？ Tech 绝对能跟 Hawk 打。能啊，能打。绝对能打。五五开吧，他们就。对，差距不会很大，五五开以上。他们两个很开心的遇到了彼此。他们两个都很开心。哎，怎么遇到了你？这么巧，我也是。那个男人要上场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要上场了呀 ，Happy 的比赛啊，线下的、那个男人要来了，这次等待时间很短，两分钟。看来刚刚是意外，刚刚估计选手还没到场。我咋觉得？艾克复出了之后也没参加什么大赛吧？这次能够进四强，说不定还能进决赛，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需要一点激励，好吧？那个男人马上就要来了，那个男人究竟是谁？让我们拭目以待。至少要吹十五分钟吧，差不多。不止，不都是二十分钟起吗？还行吧，最后一个 BO5 了，再听他们吹二十分钟。拳王有点打不来 DH 吧，就是
主要是他打莱福可能打得好一些，因为莱福会急，像 check 那种他单矿他打得一点都不急啊，慢慢跟自己开了矿是吧，慢慢跟你玩，然后自己也开个矿啊，心中毫无波澜，他就有点打不来这种风格。他这个队服好好不正式啊。他们要拿英语来采访吗？666啊。Always keeper of the grove. You think Demon Hunter, why did 你听着音画同步吗？ Think he's very strong, or do you play because your keeper is not that? 刚才好像有点不同步。我现在特别不同步啊。啊对，有点卡顿。发现一下。I think keeper will be my play that. I think Demonoto is more chance. Okay. So you think your keeper mirror isn't so strong, so you write more on the Demon Hunter. 还是不同步。Bears very old school. 就是讲 DH 和 KOG 跟暗夜内战的区别。As I said, lots of people were expecting Foggy to win, because Foggy, second place, WGL. Before the game, what do you think your, what did you think your win chance? 50-50? Or? I think Kipo and Demonoto 5-5. Or I think Foggy is that good versus Demonoto. Okay.Yeah, it felt that way. It felt like KLG 打 DH 五五开 ，Foggy 打 DH 打得不好。But yeah, really well done. 还是我们亚洲人说英文有亲切感，那么容易听懂。自己人。He's feeling very good against Night of Reason, at least against Foggy. How do you feel against Human? Human is very strong now. Okay.Maybe harder for me. Mm-hmm. Last year you didn't play so much, but now again. 好了，奶 hack 了。More. Yeah. Like how much do you usually practice at home? Can you tell us how many hours? Maybe two or three. 每天两三小时。Okay. Every day. Okay. 这么短。WGL so far hasn't been going that well for you.But you're of course still trying to qualify also for WCG. How do you think, are you going to try to practice harder in the future for that? Or what are your plans? I want to join WGL and WCG. Okay. I will try my best. Some people know, you already are... 答非所问呢，感觉。他只能用简单点的英语就。答非所问，别人问你要不要多练习一些。这英语就这水平，只能简单点来，妈的你。Do you already know if it's a, boy or a girl? Baby, my baby. Two girls. Okay. Congratulations. Well, 他生了两个女儿。对啊。Check.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see you again in the semifinals. So, we cut to a break here now again. Tag 的妻子还是很漂亮的。这你也知道。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看到了，有些选手都不是比赛日，都为了看 Tag 的老婆专门赶过来，很多被我看到了。啊。这样的选手有很多个，我就不点名了。你点吧，要不还是别点了吧。就盯着别人的老婆，没他的比赛也强行过来。这样的选手很多很多。我当然不是我啊，我那天我是好像是跟他一个组，好吧，黄金赛。好久以前了，因为我遇到了呀，因为我很纳闷啊，这个不是我们组的那些选手跑过来干嘛？我然后了解了一下，说不定他看你比赛呢，啊，说不定他是来看你比赛呢，哈哈，呵呵，
我都没注意，好吧，我都忘了长啥样了。因为我发现他们是来专程看他们老婆之前，我就已经见了。我如果是之后见的，我会仔细的观察一下，扫描一下。哦，我还没扫，我已经看过了，他们才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就没来得及仔细的观察，好吧、哦？假装没看，没有动用我的扫描仪，假装没仔细看。扫描那肯定是从头顶到脚心呀、啊。我头顶还是不少的，我一般是从脸到脚就行了。哦，你哦，好好好。扫本，上厕所，看我这家庭。下面是 happy.cash。诶，对呀、啊，为什么没采访 Foggy 啊？为啥呀？ Injustice。哎呦，这个加斯坦人真的太抠了，有点印象，怎么又卡住了？什么我的贵人啊，收一起出场啦。我英皇来了，都是专程来看那个男人的。那肯定的。我靠，这是你们啥时候打的比赛了？好久远喽，打无法阵，好像是你赢了吧？我赢了，好久远的。哎呦，哇，我打莱弗，久远，这啥时候的比赛啊？这至少半年以前了，搞不好是一年以前。久远的一匹不止啊，刚才那场比赛应该是莱弗读书前的比赛。对啊，读书前妈的都快两年前了，我感觉约等于一年了，大半年了。这几年欧洲那边也是看了非常多的比赛，接受过英文采访啊，以前接受过的呀、啊。他们条件，他们又没翻译，他又想采访，有的时间你不得不拿英文上啊，硬着头皮上啊。大老远去一趟又不容易，又不能拒绝别人。你就没事就说一个 I will try my best 就行了。你很有经验啊。对啊，那也没办法呀、啊、你总归简单的意思呢还是能表达的呢。
硬着头皮下。哎呦，这个赌的可以啊，这里打的。我说我听不懂英文，那多没面子，听得懂很强。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你卡了吧？卡了。妈的，他这流是都断了是吧？可能断流了。刷新挂了。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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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挂了。哎啊，又卡了，行不行啊？妈了个鸡呀、啊、怎么挂了吗？挂了呀。我靠，主播已经 offline 了。那肯定会修复一下的呀。也还好，他回到四分钟。那个男人引爆了流量，导致 Twitch TV GG 了。擦，那个男人也太恐怖了吧！那个男人太厉害了，这可如何是好啊？都想看 Happy 什么水平，然后就炸了，腿了。那我先切到一边去吧，等好了再说吧。什么鬼哟、哦、不会是掉线或者断网了吧？这个时间要问一下可可。Why?这一时半会儿估计搞不定了，因为他这瘤子就断了都。我跟林依林比谁的英语强，这有什么区别吗？这都是抠脚，你还要分哪个抠的更好是吧？你要吃，你跟我说，我给你拿。他说两分钟内能修好，应该是网炸了。等一会儿吧，肯定是不是马上能好的。CCTV2 在播天网， CCTV 能在网上看吗？反正不能倒播啊，倒播 CCTV 你不是找死吗？估计明天就能看了吧。看看天王的节目讲的是啥。对啊，那你们可以去看 CCTV 啊，给我讲一讲啊。英语采访应该都不同程度接受过的。他们现场是这样的，由于音画不同步，所以说他们要重启一下直播流。对，重启太久了吧？应该音画不同步很久了。音画不同步确实看得很压抑。
应该五分钟内就能好，打一盘肯定来不及的。哎，小莫，干嘛？有牛肉火锅吗？这个点。这个点没有。没有吧？哎，好了。没好。没好。我要不要给你们看一看这帮欧美佬聊天的画面？真的没有吗？啊，老婆，你怎么已经开吃了呀？那等着也是等着。那我没东西吃啊，我很压抑。梁老虎，我的天哪！他说他八点回来的，要给我带吃的了，现在已经11点了，我的天哪！玩的嗨了就继续啊。饿死老夫了。饿不死，饿死人是要好几天的。你不要把我跟你说的话说出来。妈的，这是常识好不好？哦，好了。哎，好像有了。有啦，啊！Look how slow this build without power build. Now finally it's coming in again, but he's gonna lose at least 2 more peasants. This is a peasant massacre. Oh my god! Nice split screen here from the production. All the peasants said he can't finish this expansion. He has to call new workers to finish this. Sock's game plan is down the drain.There's no repairing against Blizzar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Staff into TP. He needs to be fast about this. Can Hawk take out this tree before the TP completes? Has to reposition. Reading in the middle of everything. That might be the final fight. Yaclef against the Keeper of the Grove, the Archmage, in this cast. There's no reveal this time. He's safe for now, but no consumables. He needs the heal spray. Keeper. Is there another entangle? The Keeper...with the tranquility, the 3 seconds of invulnerability save him here. Archmage still in trouble. Here comes what an entangle this was! Shut down. 2公里还可以骑车去。电影院这儿是这样。He's right there. 我刚才给你划的那个地方，全天。Kill him! The taunt is preventing the kill. The heal spray comes in. The keeper of the grove survives. The mountain giant's taunt.Held him on for such a long time. Where is the damage? There it is. Double level up for Hawk, but man, that costs so much. 68 supply. 哎呀，他们的解说，我的天哪！啊 ，Foggy 的采访，终于还是有了。Foggy is with me here. 解说的太厉害了，真的 gay。Unusual for you. Normally, whenever you学不会，you go far. So far, every time he made it well, he made it out of the group stage and into the playoffs. Last time, even second place, coming second only to Moon, vice world champion, right there in that tournament. 这么对比啊，中国的解说还是有点矬的，没有一个能这么解说的。What went wrong? 以前 Frail 跟你说 ，Play's not my best, and yeah.Check choose the unexpected strategy with Demon Hunter. So, first game I lost my hero for some reason. Foggy 其实说英语是能听懂的，他说的挺慢的。Put out my advantage on AZ because I had second base, and on Turner stand, I believe that I also had a big advantage very early second base, but.Maybe unit mix Mass Dryads was mistake. I should make glaives
On AZ especially was a different. 他 TS 他觉得他出错兵了的。对他 TS 觉得自己出错兵，我真是他妈的。对啊，他 TS 他觉得他出错兵了，哎，然后就不出女猎手了。他没说的很细。Do you think that's not a problem, giving level 3 Demon Hunter pretty quickly? No, level 3, of course it's a big deal, but Wisp Harassment, it's very good because he need, later he need many Wisps for Trans Detonate, and I took middle. Yeah. So. And of course, also when he's playing Demon Hunter, it feels like he kind of has to go bears for rejuvenation for the Demon Hunter, and if you kill the Wisps, you delay his tech, and so on. Czech said that he played Demon Hunter because he feels his Keeper Mirror isn't so strong. We don't see Demon Hunter so much at the moment, it's mostly Keeper Mirror. Do you feel like you weren't as used to the matchup against the Demon Hunter? You feel like you're kind of out of shape playing against him, or? Yeah, I should play custom games and be ready against Demon Hunter and Bears because, probably I choose not the right late game strategy, Dryads, and I lost. And Czech writes about that I was ready to play classic KOG against KOG, Archer strengths like Lusterfuge. So, yeah, it was right decision by Czech to play Demon Hunter because, yeah, I was not ready this time. So you said your late game unit composition wasn't the best with heavy on the Dryads. Why did you decide to go mass Dryads in so many of those games? Because I just all games I just want to make a big army and one all-in attack, but I for some reason I decided to creep more and might throw away my advantage time, and it was right late game, it was terrible. So I should play Glaives or also Tier 3 like MG Dryads or something else, but because I was not ready to play against Bears and Demon Hunter because on later you can meet rarely this strategy. Yeah, I know. So it was hard to practice, and before Creep more 是练更多的野怪，他刚才应该是说为什么不进攻。He played standard and lost, so yeah, I should practice more against this style. Okay. But I believe this style is not correct that Czech used, but it's. 因为前面有说到 Big Army， 就是说他部队很多，但是他想。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没去进攻，只是想着练更多的野怪。反正我只听得懂这几句。Creep 就是 MF 的意思。他刚好像说到他要努力了，是吧？努力，真的。真的，对啊，对啊，哎，好吧，他说他要再练练的，要努力。What result were you expecting here? I imagine you were expecting to get further in the tournament. I was expected to final against Happy, but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 difference that maybe I have not enough days here to practice it. Yesterday I played maybe 5 games against Cash, Night Elf versus Night Elf.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cause often when I come to China, I come to 1 week before, play like 100 games, so maybe it's a reason. So
It's my mistake, and that's why I lost. 他说他在中国练一百盘，然后之前才练了五盘。Among them, MTW. 这跟他在中国练有啥关系啊？回去好久了吧？然后他只是说这次比赛打得不好跟练习不多有关系，因为他来中国他都会练个几百盘。Not so great, but it was a few, but still they said that. 他的意思是这个比赛打练太少了，只打了五盘。Of autumn tournaments like Team WGL and and another, so they still not decided to invite me to China. Yeah, and what can I do? But of course, there's plenty of tournaments still coming up. You're looking very strong in WGL. WCG is also coming up. Usually, you deal with. I don't want to call it a slump, but a punch like this, a negative one, pretty well. 两个解说在奶他。What your motivation is going to be like? Like, what's this going to do to you? Are you going to start practicing more after the Legendary Cup here? Of course, because I have not another option, because WGL qualification, 2 months left, I need to be top one, top five later to get a point. And of course, 想说在中国练习环境好吧。The next WGL champion is my dream after I two times lost in final. So of course I will keep practicing to summer WGL. I'm not sure about WCG. 我听懂了。Like I have more motivation to play WGL because I feel it's my tournament. Okay. So I will.Keep all my focus and my motivation to be a WGL champion this year. Okay, very cool to hear. 他的梦想是黄金赛的冠军。林林这个人终结过别人的梦想，所以你是坏人。他的滚，还有梦的。他的才好的意思就是林林是个坏人。还有梦。对，你们都是坏人，你们终结了别人的梦想。不，你最坏。跟我有啥关系啊？你那么多种族干过别人，问题很大，打的别人都腿了。哎呀，我靠，突然这么大！我的阅读理解没毛病啊。哎呀，他只是说冠军很难拿而已，就是黄金联赛的比赛太难打了。马上 Happy 登场了，好吧，最后一场 Happy 对 Cash。Foggy 的习惯是每次比赛前去外地要提前去，然后提前练习。那不一样，你说的是来中国，因为中国有地方住。他这次去德国有个屁的地方住啊！他去德国没有地方住，只打了五盘，所以输了。那你在乌克兰练也一样练啊？为什么一定要去本地练？也不是本地的意思吧，有时差吗？中国好练是因为有网易平台啊。那他平时在乌克兰练不了吗？两个人又开始吹牛逼了，不没声音了呀？是没有，我开大了也没有。你也没有？没有。在中国基本都是住可可家，住过了三四回了好像。你这个话说的有歧义，住可可家，然后可可的老公跟他一起练习。
哦，他们没开声音，不是我们这里。对，他们没声音的。那可可老公在家的，没有骑。对啊，你看你这么说的好吓人啊！啊，你这么说的我真是颓了。咋了？没事，你说的很好。我这句话歧义更大了。哎呀，为什么呢？你们思想有问题，是吧？怎么又没了？又没了呀！总感觉有别的意思，什么别的意思？你说。哎，腿了，腿了，腿了。Cash a little bit about his confidence, and it didn't sound too good.To be honest, these two have of course been meeting plenty of times in online competitions and such, and don't know the stats from the top of my head, but they're not good for Cash. 我觉得啊，他手上这个麦克风只是个摆设啊。Nobody really has a good track record. It's pretty insane. It doesn't matter if. 明明两个人带了耳麦的。Happy has positive stats against everyone who's here, and most likely everyone in the world. Yeah, this he certainly is a phenomenon, and not only in the quality of his play, but also this little weird enigma, you know, doesn't want to go to China, doesn't want to compete, doesn't care so much, but we have him here now, finally. Finally, we can force him to play his best, kind of, you know, in the big setting, on the big stage. So we'd love to see... 终于可以看到 Happy 的表演了。The game started already, but nothing really big happened yet.Waiting for the production to send us in game. Happy 还很强的。哦，我们已经进来了，这么快。哇哇，感觉英雄都要出来了。All right, we are starting off last refuge. 哎，盘是科技蜘蛛开局。All the Niles being vetoed from Cash side and Happy getting rid of Twisted Meadows, which is very unsurprising.Certainly the best orc map there. Normally this matchup nowadays is pretty tame. There's not too much. 哇 ，Happy 怎么这么嫩啊！我的天哪 ！Mid-game stages normally, it's a battle for experience and items early on. 他是不是不出门的呀？怎么这么嫩的？这边 Cash， 这边 Cash 是一个单地洞商店开。Happy 为什么这么嫩啊？Cash 上一次你们看过他比赛，上一次线下的时候，黄金联赛吧，好像就是冬季赛。跟我一个组，差点把我赢了。嗯。Cash 以前 WCG 是淘汰过梦的。我的天，这个 DK 血量伤的亚皮，看看有没有，我靠，有没有紫药膏？没有，哇，那这个 DK 很压抑。There was some really sweet late master movement there as well.Finding the right click damage. Happy 年纪也不小，九一年的，九二年的。Below 250 HP. 看上去好小。Right, tier 2 tech, one third. Next burrows are coming, so cash. With this one, maybe a little later, so he can't go for more grunts at the moment. 这减没减肥成功不知道，看不出来。大班。减瘦了不止一点点，他以前他打星际二的时间点超级胖的，再盘 Cash 还是有优势的，明显减肥成功啊，上来压了一波 DK 的状态，压得很成功，这里感觉还可以砍 DK 挤屁股，太弹抢到了经验，但是宝物是 Happy 的。妈的英皇，你为什么骂人呢？啊，英皇骂啥了？英皇说为什么魔兽界长得帅的男人心里都有点问题？这他妈不是指桑骂槐吗？哦，是在骂我吗？
That sentry ward really helpful up there, giving vision and detection, more importantly, against this Blade Master. Finally, more creeping being done by Happy. Is that gonna be level 2? I'm not even sure. Yeah, it's gonna be. Okay. He's keeping the DK level 1 for such a long time. Hey, 这眼睛排得好. Sentry ward. There was a lot of duration of the sentry ward, so the first one is detected, the second one is. 那这个眼睛是在自己家的, 那 Happy 这一盘等于没有眼睛. 是的呀，这一盘 cash 是领先两个装备的。 It's not gonna be so easy anymore. And yes, the DK was slowed down, kept on level 1 for a long time, but now he's level 2.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Blade Master really didn't get ahead in experience. The Orc dream is to get level 3. 开局还是不错的，开局真的打的。他们两个是二v2的搭档啊。And control the map kind of and keep the undead busy. And then the second hero, Shadow Hunter, usually. Can creep up a stor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ap, and it is indeed gonna be a Shadow Hunter. Anything else would be greatly surprising. Happy, no second hero, no Lich just yet. Going in set for the tech and the slaughter before. Okay. Looks. 泰是这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规矩的。 泰怎么玩大招呢？ 这把是完全的常规打法。哦，这波抓得很伤，很伤。 第一开把剑圣危险，死不了，但是已经很伤了，这里被嫖了一大顿状态，还要走回家，卡位，卡位出来想杀 DK 有机会 的，假装杀蜘蛛肯定是DK的，下一个变给 DK，DK 就得死，是的，蜘蛛不要，哇，这里小歪来的很及时啊，对，太关键了，小歪来的，野怪还抢，哇，优势更大了，优势了呀，开始。 这不是一个五级怪，他UD分矿的五三三也能练的。那这一盘永久性的宝物差距太大了。艾菲这里居然不是先出利齿的，艾菲的打法问题很大呀。艾菲这个打法是上古时期的，一定要先出利齿的，怎么可能先三本呢？ 速三本，然后不过开始并没有练 UD 的五三三分矿，分矿已经练过了呀，那个胖子上来就练了呀，上来就练了，他领先三个装备了已经。这里 UD 只交了一本 TP， 其实还行 ，TP 没交，交了一个蜘蛛没有交 TP， 其实还行。现在最大的劣势就是落后装备。 就正常来讲 ，UD 打到现在其实挺难打，因为自己家的野怪被杀了很多，装备也落后，但是他三本快，其实没那么难打，还是很难打。就正常这种局120打令已经凉了，而且还经常是因为这么凉的，就打野怪阶段就已经被人打崩了。 这一盘倒没那么大劣势啊，没那么大劣势，还好吧。很劣势了呀，已经。现在练商店，练到三了。兄弟，你说拿了四个外面的533的宝，四个，我的天，多你4件宝。 先生，勾一圈三本估计变球也可以买，肯定可以啊，回家就是要高加电球，他可以练雇佣兵。是的，现在就练雇佣兵，等牛头练练练，不停的练。这盘爪子打的有点多啊，爪子不扎实。给小歪带啊，还行吧，除了头环也算不错了，头环最好。 不过这张图对于Happy来说还是好打，决战地形非常好。这里的话能把商店抢了之后，这里其实啊，兽族可能会过来抓，抓真的不好。现在就不停的对练，把牛头的等级也抬上去，可以让的这个点，但是抓也行，抓有可能把优势送回去。你对练你是能够保持优势，这是UD最强势的一波。 最强势的，完了，上来阵型好差，开始这边，但阵型太差，这波就是UD最有机会的一波啊。
The heal wave is not in time. 本是买了的。小蛙已经没魔了，小蛙已经没魔了。再波少主快成马了，过来送。 这就是他跟令的差距了，就你前期打得再好，你中后期，你看你就你在被人最强势的时候送，给机会，好吧？好了，现在劣势已经完全没有了，整个局势已经翻过来了。这里抢了你商店，还顺势抢你实验室，你一点脾气都没有。现在要不就练级吧，别管了。 就这种局，你给令打120其实很好打。天哪，送吗？好，还想送。Happy，他刚刚把这个雇佣兵一练，差不多是一个331，好吧？ 他应该把雇佣兵一练，然后抢自己的地精就行了。再的话，别人白白练了一株点。他刚才还死了好多兵，而且他得补给的 ，UD 不用补给。是的。艾佩这里是出了女妖。 哇，劣势太大了，玩不了了。给了，好吧，这个实验室又看着别人练。你去送，你不只是单单的送了，你还看着别人练两个点，你等于你在挂机，别人练两组点，此消彼长，别人等于赚了四组点。你不是对练。 忍不了了，只能上来打。但是野怪在锤自己啊。你是在挂机看着别人练。还行，这里盒子第一时间秃掉的还不错。牛头死了。牛头沙科多。这里两个盒子拆的不错。野怪现在打 UD， 牛头死的不亏。好了，两个盒子一个蜘蛛，这一波血赚收足。但是能跑掉吗？他得赶紧补魔，他还得保这个野怪。这一波打得非常不错，下面的猎头脱边了。 野怪还是丢了，这里个一发吸杀个狼骑，打了个大血石。这一波态势打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也不赚了，他野怪丢了呀，那狼骑也死。啊，本来凉了的呀，也是，哎，只能说还活着吧。凉了的，这一波已经非常不错了。别追了，兄弟练级。 别追了，赶紧去练级。现在 UD 没蓝的，现在 UD 过来，你可以跟 UD 打，你勾怪就行了。他不会要，他去勾左上角也可以，千万别找 UD 打。左上角感觉他也打不过 Happy，Happy 可能会去拿。 现在科多肚子里边应该还有对，有视野的玩，这里完美的抓屁股，还行 ，UD 这一波没什么状态，盒子刚刚是掉了的。奇迹怪经验是 DK 的宝物很关键，什么宝物？垃圾宝物。DK 的位置，小黑，射出阵型太差了，能不能变 DK？ 哇，小黑杀了吗？ 小黑能不能杀？漂亮！跳过他跳了一刀，可以。有没有奶？哇呀，差了一点点没奶出来，没奶。没事，牛头已经没魔了，还可以。 UD 马上没盒子了，把这个盒子一点，有机会好吧？打毁灭和盒子，但是好，我的少主小歪没魔了，白牛可以套。盒子杀了，赶紧撤吧。走了，小歪没魔了，不用撤。 这里 DK 自己撤了，DK没吸，一群没孬啊！我靠，开始这一波很赚，很赚。临死之前又杀死了一个蜘蛛，科都里面还有一个蜘蛛，赚成马了，我的天！他现在可以回家，赶紧补给抢右下角，他牛头复活的比小黑快，或者他迷你基地开矿，他右下角不要了，也行。 这是最好的，别抢右下角不好。但我估计他没那个勇气开吧，守着就行了，好吧？是不是买了迷你基地？应该是吧，练雇佣兵应该是买了迷你基地。
来好，古龙已经拉了，好，完美，赢了呀。少主炸一次的优势，他操作其实挺好的，他这两波都操作有点好，操作很好啊，开始这两波，但是牛头其实死的还是早了一点。没事没事，死的都是赚的两次。是的，但是如果不死就会更好了。哎 ，Happy 开矿开的有点完美，科都看见。Happy 这个矿开的也很好。他已经发现不大对了，自己得开。是的，那这个点都得抢。有预见性的。好，这里又是一次很关键的一波。要不要勾怪？勾不了，勾不了。这 UD 就在旁边，哎 ，UD 想 NC 抢，剑圣，剑圣没格子。哎哎呦！好，胖子回去了，那可以怼。尴尬。现在 Cash 有双矿，经济很领先，一直在补兵。开始这里在等自己双矿的兵爆起来 ，Happy 急了。冰火链的狼藉是肉呀、啊。可以强杀 DK 吗、这个、？DK 位置很糟糕，两发网。肉毒的部队有踩吗？有无敌，有大血是。他被沉默了，他被沉默了。干嘛要杀 DK 呀、啊？踩！哇，无敌躲踩了。无敌躲踩 ，nice。可以扑，可以扑盒子，盒子位置很糟糕。好，剑圣砍一个，然后大部队搞一个，有无敌的剑圣。剑圣对，小歪应该蓝不多了吧？最后一发奶，最后一发奶，差不多得撤了，没奶了。要撤了，要撤了，这一波很赚，其实已经走吧，走吧，最后一发奶，剑圣小心。还有一发奶，剑圣，哎，剑圣卡住了。哇，他还在勾引这个奶，很极限。最后一发奶交了。哎，剑圣小心，哇，套了链子，有加速，有药膏。可以调整阵型，哇，看是这么强啊！他操作好，这怎么操作这么好啊？那不然他差点把你赢了，还赢过 Moon 的好不好，别？打的有点好啊，开始。好了，基本赢了，这太赚了，这里。是在我心目中啊。这里看到分矿，哎呦 ，Happy 绝望啊！那盘操作又好，判断其实除了抓焦点以外也没问题，有点强。操作很强，这判断其实不好说，判断还是有瑕疵的。但他这操作就不比 Focus 差。对啊，操作这么好，真是惊呆了。在别人平时有延迟，哇，你们都不知道别人的操作有多好。这整天觉得 Hack 是菜鸡。把那个牛头光环没什么用。好了，不知道怎么输了。高二十元搞四四三，已经二十口。少主英霸。哎呀，那个男人要是第一轮被吊打了，面子有点挂不住啊，这就很尴尬了。这面子挂不住怎么办？我好想看到这一幕啊！啊，跑完了。这波 UD 毫无机会，强杀剑圣，好吧？但其实杀了剑圣，他还是得输。这剑圣死了都输不了，这高二十多人口怎么输？赢不了，这吊打。好，果然是偷偷摸摸的秒剑圣。有点厉害，真的有点厉害。看赢了是吗？Happy 也是没想到吧，这他妹的对面强的一匹啊。对啊，怎么这么厉害这一盘打的？How Cash realizes his opportunity is like, oh, Dark Ranger is far forward. She's too far forward. And gets that hero kill.
形象大变，真的形象大变，居然这么强。That can cement your win in a game. That was the perfect timing, I think. He wasn't rushing it like, for example, Lin does it often. Happy 他不是操作的问题吧？我觉得 Happy 操作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Happy 前期很亏的，中间主要是兽族。Happy 可能打得不够完美，但是其实他没有什么失误。对啊，但他能做得更完美一点，但是他没有失误的，只是兽族打得太好了。兽族那几波突盒子、突毁灭都突得太好了。你看 Happy 很瘦啊，现在。那牛头那一下踩秒小黑，我有哪个兽族能轻易做得到那个机会？就那么一丢丢，好吧，一脚踩你两个英雄，顺带把你小黑秒了。对啊，抓机会的能力。How to engage sometimes, but now he has proven to himself and to everyone else that he can absolutely take maps and possibly this series off of Happy. Who? That's pretty crazy, man. Cash's result is really bad against Happy, of course.But in the last show match, he actually won the first time in the world. 也是忧伤啊。不过他们平时线上赛应该打得很多啊，肯定是 Happy 赢面大的。那平时线上赛就考虑到心态方面的问题。线上赛也有可能 Cash 的网络更差，这个又不好说的了。嗯，虽然都是欧洲选手，但是也是有网络差异的。Among them happy, and of course, 这个摄像头极度美颜，好吧，极度美颜，极度美颜。刚刚那个摄像头才是真实的 happy， 没有那么嫩。That gives you the advantage of a faster tech and the hero being out right away to contest on the map. 这摄像头磨皮磨的啥都看不到了，我也是醉了。Creeping for a long time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as you're going to be relying on skeletons only for a long time. True. There is plenty of stuff to creep here though.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对啊，都是俄罗斯人，那也有电信网通，好不好？Cash 不是俄罗斯人吧？你他妈的左上角有国旗，兄弟啊！你是不是傻？挂错了吧？妈的，哪那么多俄罗斯人啊？他的头上有国旗的好不好？ As always the case, on Echo Isles, 哎呀，我真是亏了。Map control is going to be very important, meaning that you're supposed to be in a decent position in the game that you can move out on the map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shop and the item. 还是单商店。Heal scroll actually in this matchup not so much, but the invul is. 先生，现在有可能练自己的胖子，那也是有可能啊。120的操作不只是建立在完全的操作强，他有时候理解也强，阵型把握还有操作重点都很重要。操作理解是很关键的。这里的话 ，DK 练自己加练二，这个练级非常的保守啊。这种练级已经保守到天生劣势了，我觉得。哎，这个五级胖子很关键，来得及吗？应该是来不及的。来得及就有鬼了，你这么练还来得及？那 Happy 这个开局其实就是上来就很劣势，而且你现在没有骷髅棒了，你还要回家的。给杀骷髅打断他练这个三级绿皮。好，可以。这里 DK 是没骷髅棒的，现在剑圣可以贴药膏，准备练下一个胖子。剑圣还有一组药膏的，剑圣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还自己。一般，呀，你卡了吗？没卡。等一下，一般这个
UD 不会那么优先练自己门口的，可以考虑先练下面的武器官，再练自己的下门口。You're not going to win the game in the early game. It's about 他平时的风格就是练，他平时的风格就是练自己家的呀。对，他家的球稳。他蓝胖子没练好啊？不是不是，因为他刚才他疾风步没躲掉蜘蛛丝，把他药膏打断了。他的剑圣比满血少了200血的。那个疾风步可能。没有提前放疾风步了，就疾风步，疾风步躲蜘蛛丝，你不能很极限的躲，你最好的远远看见就提前用。身上了就要放了，这像狮子尾，像狮子尾，很难。蜘蛛丝这个快要到你脸上了，你开无敌他都能打断你的药膏，这能够杀死一个大鸡。这蜘蛛丝是长期能够飘丝的一个东西。再盘看看 Happy 拖的还是挺到位的。Happy， 哎呀，他又力取又不出，那小蛙一出来又把他赶跑了呀。Happy 的打法就有问题，他的打法就是在搞笑啊。就最早期的时候 TED 是这么打，但是当时 TED 是单 DK 一直被陪别人陪到死。iPad 用的这流程是十年前的，就当时 TED 是陪别人陪得很紧，陪到死的。这不同现在都是各种练级练宝。现在力士必须第一时间出，不然你就被兽族暴打。就别人的小歪出来，你力取要出来，这样他有变妖术，你有兵甲，你能够抗衡对面，对啊、不会被强点。但是 Happy 他盘盘怎么打？速三本的，这么打漏洞非常大。你像这个小歪，假如去抓到他了，现在就把他的家里的点就抢完了。还好没状态强。好，没抓，没状态了，没状态了。嗯。啊、这一盘让 Happy 这么过渡出来，其实 Happy 还是蛮好打的。这盘打挺偷的。这盘其实局势比较五五开，但是兽族这一个地图的三本打法很弱。是的。就算上地图，说不定是 UD 优势。就这个图是兽族三本流差不多最挫的图。野怪太少了。兽族三本流很三本流牛头完全练不了级的。兽族三本流很依赖野怪多的地图，可以疯狂的抬等级抬宝物。好，这里可以招个小黑就开始控兽族的点。现在兽族很难受，现在打又打不过，怎么办？艾佩这一波盒子来了吗？艾佩这一波，哇，球已经到了。对啊，很好打，很好打。他待会再招个小黑，这盘应该已经拿下了，还三个爪。哇，三个爪，厉害了！剑圣完全站不住的，牛头剑圣完全站不住。现在带爪子性价比最高的是力气，点谁都疼。这盘 Happy 基本已经赢了。牛头呢？牛头还没有钱出。不犯 Happy 的这个三本的球太快了。不犯死 DK 的失误，基本都输不了。现在抢无敌杀剑圣，好吧？这里 Happy 马上就可以买三英雄了。这波兽族也没三英雄啊，随便打。随便打。这里没有点剑圣，其实可以点剑圣的。这个剑圣还是有点肉的，所以他点得动，他的力气很输出很高。
双方的输出就不在一个层面啊。艾佩这里居然没有把三英雄买出来，无所谓，一点剑圣兽族就打不过了。有点赚的，兽族这里连科多都没，剑圣剑圣，这利取就是核武器，好吧。该把右下角抢了，抢雇佣兵可能有点过分，他没魔，抢右下角比较稳一些。可以抢个鱼人，抢个龟。他要去招小黑。现在魔不是很多啊 ，cash 还是有点机会的，就靠这一波补了一下。女妖了。只有一发 C， 盒子上来就可以秒掉。就现在好吧，就一发 C， 就怕 Happy 见面拦一交他就 TP 了。Late game advantage for the undead. Lich doesn't need level 3. Shadow Hunter does. Was that a little too bloodthirsty by Cash?Happy 想中间市场练练野怪，回回魔，练四个小野怪。都是有板有眼，都是有流程的，一边在出女妖，一边在出白牛。应该是打过无数次了。好了，那样的话 ，DK 力取的魔已经差不多回上来了，正面又没法打，怎么办？再波抓过来。抓过来没加速走都走不掉啊，没加速就给给了，只能硬着头皮打呀，不存在走啊。哦，加速用了，我的天哪，这一波只能打到底了，走了跟给给没区别。好，这一波哎，直接沉默了，科多直接哎，科多没死还行，哎，他好像吸空了，两个蜘蛛倒下了，是吧？应该是吸空了，死了两个蜘蛛。这一波操作有点差了呀，又开始杀英雄了。我这个科多两波没秒掉，很伤。对，一边秒科多，一边秒盒子。哇，这波亏成马了，两个蜘蛛，两个盒子。啊、这一波Happy的操作有点水、啊。这操作是属于被 Cash 玩爆啊！这一波剑圣很危险，问题非常大。一发 C， 我、哦、变了一下，哇，真的被玩爆了。完爆！我操 ，Cash 这操作恐怖的亚痞。哇，走了，你甘心吗 ？Cash， 走了，别追了。科多没跑掉，剑圣有没有买？哎，剑圣要是买个蓝屏过来，就把 UD 吊打了。那个科多，哎呀，还是有点乱。开始这里，但这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打赢的，已经开始打的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比如这个科多断了，刚刚那个剑圣回家，如果买一个蓝屏过来就不一样了，两发奶，我感觉 UD 都要交代了。而且他魔牌在牛头身上，如果魔牌在小歪身上，然后魔屏再买一个。对，其实这波他的操作已经完胜 Happy 了，这波就兽族没有任何理由能打赢，他打赢了。这一波 Happy 的操作有点水上来，杀科多杀的有点伤，杀了两次，两次杀科多没击杀掉，然后阵型很差，盒子的话也没有保护好，主要还是盒子没保护好吧。这猎取太恐怖了，我的天！想单练牛头到三，应该差不多够。旁边鱼人还没练完，应该。Okay, with this item here, Ring of Regen for Happy doesn't do that much. It does a lot in the early game, but in the late your step is anyway, so that's. 牛头。Great hall time again. 迷你基地开矿。呀，又迷你基地开矿，这个开矿。冷，旁边鱼人可能没练完的。Happy is expanding as well. 对哦，旁边还有一个鱼人。两个人打的都跟。My cash was obvious that he had quite the. 都跟有剧本一样啊。This game.
这么对开，讲道理 ，UD 亏呀、啊，兽族的开那么快，演绎了无数次的。UD 的矿快好多，不，兽族的矿快好多的，迷你基地。这一波没无敌很关键。你的250，我的600，但是我可能踩的不止350。这一波需要有一根水泥塔的。这一波牛头没三 ，UD 还是很有机会的。这是 Happy 最有机会的一次。兽族非常危险。白牛也没有驱散。好，沉默牛头打他一套。牛头已经废了，上不来了。搞这个历史点人太疼了。这种力取就点剑圣牛头太凶了，无解，你根本没有办法。没办法，也没有无敌的，哎，还是顶不住了。不过小歪蓝非常多，哎，这个牛头怎么直接死了？一发 C 啊，刚才。哎，三级牛还只踩了一脚。There is another statue falling. Can you start a comeback? It's supply wise it's equal, but grunts are falling. Hero. 这波进攻的时机太好。老牛没有三，然后水泥塔没起来，然后兽族没有无敌。我觉得没有无敌是最关键，有无敌就不一样了。EI 啊 ，EI 优势方控无敌。兽族打 UD 无敌特别重要，都是怼英雄。剑圣有无敌很凶，猎取有无敌也很凶。没无敌心里不扎实。哎，我怎么卡了？好了。How long can Cash hold on to this? Happy has an expansion in the back as well. He doesn't have to win the fight here. He can just comfortably fall back. Barely any army standing here for everybody. He does have those heroes on 4-3-3. 那个看到牛头，牛头根本一脚都踩不出来。现在根本就没有补给了，输出也不是一个层次，情况沦陷了，只能跑路了呀。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对手没开矿，然后跑路。还不跑路啊？斯拉波，小白有没有奶？马上有一发，现在还没。我觉得这个牛头还是死的有点早了。这个牛头如果牛头死的时间，小白差不多400了。打下来的话还不好说呢。没有无敌啊，也没血瓶。没办法，没无敌。Still at 50 though, but the mining has stopped. And Happy is only mining with three, so that was all a little delayed. Does he have the damage for the Great Hall? Can Cash interfere this?这力取点牛头就跟点孙子一样，一套 NC 打你，惨了，踩一脚都踩不出来。这里补的是狗啊，嗯，补的是狂狗。这里不是在搞笑吗？小歪没魔，小歪没魔，剑圣危险死了哦。没办法，瞄不掉，挡不住啊。没魔了，他小歪也。是的呀，牛头出来没有带个魔瓶，没钱吧？小歪，积极了。这一盘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的。EI 就这样吧 ，EI 三本流是很不好用，而且这个猎取这个装备，对于兽族来说就挺绝望。这盘也不是哪没打好吧，还是装备上装备有点厉害。I think Happy would have gone for an expo regardless, like even if there was no expansion from the orc side. So I guess Cash had to expand as well. 这觉得 AD 版就杀小狗啊，但英雄站不住。牛头剑圣站不住就很难打 UD。一个要控，一个要输出。也不光这个对抗吧，所有的对抗也一样啊，英雄站不住就打不了啊。他别的对抗没那么夸张啊，没那么容易站不住啊。
has experienced quite a few revisions and is looking very different nowadays. 还好啊，暗夜打 UD 站不住啊，英雄不照样赢嘛 ？KO 最后炼金。I actually think it's pretty balanced. 上来被人打回去，问题不大。但是有保存单场呀、啊。These bridges with the narrow gaps they create are a natural funnel and with that a defensive help for you if you do go for. 两个人肯定不是一直站着解说啊，定头一切肯定就坐下来、啊。Perhaps Cash could even try to get away with a greedy early tiny great hole even without an advantage in the late game stage. This position calls for it. 这个摄像头你都嗨皮，我的天哪，感觉不足二十，好吧。炎族打兽族，如果剑圣站不住，兽族就凉了。倒不存在别的英雄站不站得住的问题。I think the goal, if you're the orc in this matchup nowadays, should be draw it out late as much as you can. Go triple hero, get hero levels. They're really strong, obviously. But also, the super late game. Spirit Link plus Headhunters is very strong against Undead. I haven't seen a good answer to that yet. So, 最早期比赛都是各种面对面的，这有啥好奇怪的？ But how do you get there? That's the difficult part. Like everybody can tell you that's where you want to be, but how do you get there? 以前最早 PGL 也是面对面的，很小，不过比这个大一些。这个有点太近了。Frost Armor stops you from early aggression. Kind of 也是，剑圣站不住就铁定凉，打四个族都一样，输出的灵魂。不光输出了，剑圣还是个肉啊。对啊，他就是个灵魂，他就是个 C 啊，主 C 啊。妥妥的 DOTA 里的一号位。I feel like perhaps Cash could try to look for those little windows before the power ups are being hit. 哎呦，两个人在中间挂机，这肯定 UD 抢不过兽族的呀。这里可以丢经验，挤屁股把宝抢，丢两个三级怪都没关系。把去抢了，这四张死的不亏呀！哎，他怎么杀一级怪啊？不知道呀。这怎么杀一级怪？我的妈呀！这么没有追求的吗？吓死人了！我的天！他没骷髅，他所以只能打一级怪，打三级怪打不动。没有尸体，腿了。那这四针死的有点冤呐、啊！我操，一个四针换个一级怪，我没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过。这里 Cash 还是有点怂，这种就是你把经验给他，你拿两个宝物你也是赚，他就是没有这个理解，在这跟 UD 浪费时间。这里就一哎，就给他经验给他好吧。现在 UD 都没有在中间抢的，都抢不过兽族，因为丢两个宝物血。这么耗子 UD 好赚啊！对啊，肯定 UD 赚。这他们两个理解都有问题，这一个在抢，这 UD 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中间抢中间，然后那边兽族还真被他牵制，那就更可怕。你就把经验给他好吧，你丢发 C 抢个三级怪，但是宝物我都要，你随意好吧，你丢两发 C 拿了宝物再做其他事情啊。现在就在这挂机，这么挂机 UD 太开心了。 Not really, like the DK and the Lich are pretty much always going to be together. The Blade Master wants to be level 3 at one point and roam around solo. But with how much he's slowed down now, it's going to be extremely hard to pull off. So unusual. It is.There's kind of nothing happening. 你看无法战 Lucifer 还有120现在谁抢中间，妈的中间早就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关键是 Cash 也配合，就怕丢这个三级怪经验啊，怕然后卡位置，好，三级怪卡死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这经验拿的真的辛苦、哦，天！就这么点，拿了三四分钟，好吧，这经验拿了。Happy is switching up his build order now.
这么打只有一个好处，是让自己的老牛有更多的点可以练。哎呀，尴尬，这里套了兵甲。Against three grunts, you got a little bit of experience on the blade, but nothing really. Like this is one of the slowest early games we've seen across the entire tournament. 要围杀，围杀，围杀，围猪吗？没有围猪。但是待会别人有球了，练级效率比你高啊，正面也比你强啊。对啊，这兽族一般是靠一二本滚雪球的，妈的，这到三本打不过对面的。待会别人有球了，现在三本都升了一半以上。这有了球 ，Happy 就可以压着兽族练。应该三本马上好。And he can pass the rot between the two here, so he can spam the skeletons with the fiend. 这边一直出来的蛮快的。哎，这边想抓 MF， 能不能抓个 TP？ 但骷髅能看见，好像左边桥头堡有个骷髅能看见。But skeletons are being sent out. He is scouting for this.我开裂了，这里能抓到的 DK 很危险。够得着吗？捞个蜘蛛，丢 C， 不好捞。杀的那个星呢，应该能捞到。C 要快好了，哎哎，这个 DK， It was level 2 and a lot of damage on that lich. Need to keep him alive. You need the frost armor to stay alive. 但是三本其实已经好了。好了好了，肯定好了，好亏啊！现在买个球好吧，勾个商店一练。哦，这蜘蛛死的有点不应该，球都没买。这个不应该了。想杀 DK 也不一定会死。哎，力气围住，好，我变一下力气，哎，没变。哇，漂亮的围杀，漂亮的补位。对，这里力气如果变了，死了死了，肯定死了。讲变 DK 有没有？好，变 DK， 还可以丢网，还可以杀一个。好亏啊，海培这里，亏，没兵甲了这里。而且你力气要复活，等复活才能带球。Cash 今天这操作刚的亚痞。喂靠，他被亏出翔了这一波。今天他这操作就是令神 Focus 级别，好吧？这一盘牛头可以吃到很多经验，所有的点都在。美滋滋，这操作强的亚痞啊！他是买了个 TP 吗？啊，这个 TP 一直没卖。练级去了呀，妈别人有球了，牛头出来了，一起练好吗？美滋滋。哇，他想偷，他直接拉五个苦工迷你基地了。基地开荒了，哇，那 Happy 很绝望啊。很绝望，这不可能知道的。不可能知道，好吧？这迷你基地一开赢了。知道了也推不掉，只能对开，但是不可能这么早对开。哇 ，Happy 好凉啊。Happy 真的凉了。这不可能想得到，不可能想得到。你想到你也得练一圈再过去啊。就现在 UD 开了图，现在练分矿开矿，可能还能打，也尚且是个劣势。况且他也不是开图，他现在完全不知道，他的劣势只会更大。这个迷你基地太屌了，对面就不可能想得到。Injustice 好吧，这一看到踩的钱就想开骂的一个偷逼。其实也不偷，其实挺合理的。UD 等级贼低，现在就一波不了的。这一盘 Happy 连骷髅棒都的钱都没，连骷髅侦查都没有。现在兽族有 TP 的，往右上角练。我练右上角，然后 TP 守分矿就可以了。对啊，分矿卖一下都没关系的，卖到小 Y 三级，牛头二级，把点收完。哇，他直接去收外面的点，雇佣兵自己的雇佣兵先不急。也行，这样是最完美的，最优化的。哎，不是，他去找别人分矿，哇，这有点亏呀、啊。
那练了吧，把别人分矿，练别人的分矿，然后跑一波。换家也行。对对对，可以跑一波。直接跑有点亏啊，丢那么多野怪。直接跑太亏了。哇，那他的等级。不用急的，他就在那练。他这么直接跑，啊、等级好低的。直接跑好亏。他这一波就是跑家，哇，这好亏啊！这跑家跑，我的天，吹风棒，吃一个，不敢吃。那他这波就是杀了一个女妖，然后别人练了一组大点啊。好了 ，Happy 开矿了，右上角 Happy 也要抢，他已经错过了练右上角的机会了，完。咒族这一波非常的迷。他现在得报到60多人口，不然右上角他拿不起。现在就把兵全花了，钱全花了。这张图的地形你在外面交战很难打的，只能打分矿才可以。电球还没有买。现在赶紧把实验室也练了，等级很重要，一定要追上去。我靠 ，Happy 挂机了。啊，没有，还是动了。他真的挂机了。我的天哪！六。他挂七了。那 Cash 还是要赢。我真是服了 ，Happy 挂机了。为什么要挂机啊？守分矿不知道怎么输，好吧，别人。妈的，我看不懂这个游戏啊！他开始挂机了，疯狂的挂机，不动了，我动了算我输。哎，他平时可能他就这么拖后期，没人打得过他。这是在逗吗？我靠！好了好了，不挂机了。但平时的别人不是百分百的实力的对手。哇，这一波 DK 上来就被网了呀，还是踩也踩出来了，绝望！这波吊打，再踩，沉默呢？猎头怎么没升大猎头？牛头很危险，而隐身，哇操，这隐身也有春天，还有无敌的，还有血瓶，哎，完，给给了，小血瓶也有，这一路被人 A 到分矿丢，好吧？小黑死了，走不掉。可以变 DK 有没有？变好，完美，一气呵成。Happy 迷茫了，也不怪他，这边一到线下变成令神，你怎么招得住吧？平时就是只鸡，我现在变成令神，你怎么招得住 ？Happy 颓了，平时在下棋，我鄙视你。杀不掉猎奇，可以怼分矿。买群补怼分矿问题不大，大部队架着让狼骑拆，主力部队在这儿耗着，有三四个狼骑拆，然后猎头在这里跟着玩，啊你随意，对，疯狂的杀猎奇 ，DK 没有魔了。有有没有无敌卖？好像买了。买了个群补，我操！买了回城。买了个 TP， 有钱呀、啊！只能买了呀！这就被追了一路暴揍啊！这人口差20也没办法，疯狂拖也拖不住，这边火力比你猛太多了，高20人口。而且 Happy 也没输出了，三个女妖哪有输出？历史也没装备了。这兽族现在小歪都不需要魔法，神装真的要3:0啊，厉害了呀！掉落神坛了。
He can comfortably go back. The Kodos have devoured. Maybe do some damage to the acolytes or buildings or whatever. 这里 cash 好气啊！这里有个大狙就该把四张全解决了。好 DK， 有无敌的剑圣，哦，好了，可以把基地给拆了，剑圣砍四针，唐奇可以打基地，打脸头了，剑圣再去够群捕和无敌。The headhunters are blocking the raiders. He couldn't do the damage that he wanted to. Also, he couldn't pass the invul potion as fast as he wanted to. Shadowhunter should be super safe. 打 DK 有无敌的 GG。Happy taps out again. 很绝望。The orc. It could be an all empty W miracle here in Berlin. Yep.